这种斜形的，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这个沉积岩的地形的下面，这是非常容易滑动的。
可是我这边是因为侵蚀地的关系侵蚀下去的，可是一层一层是自然独立的，这不会走山，它不会滑下啊，这是相对安全的。盖房子跟盖马路要特别注意，假设以后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，OK。好，这是一个补充哈，上次没有讲这个。好，原则上第十八周会有个期末考，期末考会有20题，书写的。那另外的是那个什么口试，口试会有10题，10几号？7月4号的前一个礼拜吧，7月3号的前一个礼拜，大概是6月27或6月28吧，还蛮早的哦。好，6月29是礼拜一的，那就26。好，我们现在讲那个天气的部分。哎，作业嘞，你全过了。天气的，天气应该在你这本。你昨天交的那本是天体运行。好的。对，天气是在那个，在这一个后来我补充的那个，它是第三册，哎，下册是下册吗？上册。所以我这个页数看的不是很丑。页数因为后来有调整，因为后来要补充一页，对。所以理论上你是从前面90、11册有接下来嘛，后面有补充的也是第几页？第12、13。16页后面要接一个是第3上的第7章，运动中的天体嘛，那个是后面补充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第11页3下课本的第3章。3下课本的第3章，所以你现在没有课本，去找一下课本哦。3下，对，3下第3章。啊，别忘了。好，上礼拜我讲了高气压、低气压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来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课本的空，再讨论一下啊。所以我们先讨论风的移动。风会移动，为什么风会移动？什么？啊，风为什么会移动？空气为什么移动？风我们感觉到风是因为有压力的关系，这边压力大，这边压力小，风会怎么流？这边的压力大，这边压力小，风往这边流，好，风往这边流。好了，问一个问题哦，这个、有点吊诡哦，这边温度低，这边温度低高，温度怎么流？温度高，温度越流，温度高了。温度的传统不就是从这个高往低的流吗？啊，我们的感受呢是觉得怎么样？是觉得高温过来了，还是觉得低温过来了？低温过去了。觉得低温过去了。扩散效果。扩散效果对。那应该是平均移动的。啊，都是一样的感觉，不管你是觉得高温过来或低温过来，实际上是一样的效果哈。那就。这边的人可能就往低温过来了，啊，或是高温退去了，啊，那这边的人会觉得低温过来了，啊，意思是一样的，这跟风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如果加上一个空气的压力关系，这边有高温，哎，这边有高温，同时这边是低气压，这边是低温，同时是高气压，风怎么流？那应该会是，这边是从低气压流，对，从高气压往低气压流。所以基本上风的流动是看高气压跟低气压的关系哦，风的流动，但是高低温的扩散，那纯粹只是扩散，那就没有所谓的流动。我们刚才讲的是能量的流动，能量流动我们现在定义是从高能量到低能量叫做正向的流动，啊，可不可以负向流动？当然可以，那是正负的关系，跟电流，电线里面电流在流动，到底是谁在流动？我们感觉上电从正的到负的，那是感觉啊。那是我们定义出来，那事实上是负的到正的 啊，但是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，反正有电在流动，啊，电在流动，它只是一个感觉是正的过来，另外感觉是负的过去而已，啊，那只是一个正负的流动，所以温度的流动事实上是一种扩散效果，但是真正你会感觉到有风吹过来，是压力差的关系，你会被风吹到，表示你的压力高还是压力低？低，压力低啊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上礼拜讲到说压力高低的关系跟谁有关？高气压跟低气压跟谁有关？湿气。湿气好，湿气越高的压力越低还是越高？越低。
啊，压力越低啊，所以湿气越高的压力越低。为什么？这是跟水的分子量有关。水的分子量是18，空气正常分子量不管是氮气28，或是氧气32。我写的知道吧？这化学的分子量哈。好，有个特性是这样子的：空气只要是气体，不管是水气、氮气、氧气、二氧化碳、氦气、氢气各种气体，只要是一摩的气体，它所占有的体积是一样大的。一摩，它所占有的体积是一样大，体积是一样大。好，那问你，一摩的水气、一摩的氮气跟一摩的氧气，谁的密度比较大？氧气密度比较大，因为密度跟体积还有跟质量有关，对不对？那一摩都是一摩，氧气的质量多少？32克嘛，氮气28克，水气18克，所以同样是一摩的体积，水气只有18克，也就是水气的密度比较小。所以你含水越多的空气，它的重量就越轻。那我们的压力跟谁有关？假设是空气。你一个人在这边感受到的空气压力跟谁有关？跟它上面的空气高度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有关？还有密度有关，对不对？还有密度有关。所以相对来讲，你水气越多，这里面的水气越多，表示里面的密度越小，密度越小就是低气压，有问题？好，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效应是什么？影响高低气压的另外一个效应是什么？温度越高，压力越大，压力越大，气压越大，气压越小。温度越高，气压越小。气压越小，因为温度越高会膨胀，膨胀就体积变大，对不对？体积膨胀变大，就密度变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温度越高，体积变大，密度变小，相对来讲压力就变小了，这是相对的影响啊。所以温度越高的，它的压力越低，气压越低哈。所以简单来讲哈，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地球的表面哈，啊，这是地球，这是赤道。阳光直射赤道的时候，是不是对北半球？我们讲，我们只在乎北半球啊，因为住北半球哈。好了，纬度，谁哪边被太阳晒的最直接？赤道。赤道范围对不对？这边是最热的嘛。啊，北边呢？北边比较冷嘛，对不对？这北边比较冷啊。但是呢，严格来说，夏天的时候，我们等到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，是不是整个北半球以南半球来讲的话，稍微热一点？对，所以夏天容易吹什么风？冷风不是吹冷风，冷风我们现在讲是吹冷风，这边吹南风对不对？是因为这边的冷空气比较往这边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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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容易吹过来。所以夏天就容易吹南风，可以这样想，它是被吹过来。冬天的时候吹什么风？等到冬天的时候啊，阳光直射，阳光直射南半球，南回归线嘛。对不对？这边是基本上都没有被吹到，被阳光这样照到，甚至到北极圈里面是永夜，很冷啊，对不对？很冷，这边的压力大还是压力小？压力大，大，压力大嘛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吹西伯利亚的冷高压，有没有？西伯利亚冷高压就往南边带啊，往南边带的你就觉得很冷啊，什么冷气集团，冷气团过来的，冷气团过来。他重点都会加点哈，冷气压啊，冷高压呢，在气象报告上讲，西伯利亚冷高压又靠近来了，我们马上又有个冷风来，冷风封面会进来啊，冷风进来，什么叫封面啊？接下来叫封面，什么叫封面？我们现在知道热高低，说好的是那个封面。
好，这是高气压，这是低气压。我们怎么说高低气压？怎么看？我知道方面怎么画。怎么画？这样画一条，它如果热风是尖尖的，它就冷风一点。啊，对对对，冷风跟热风嘛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讲啊、哦。啊，这是高气压。冷风还是尖尖的吗？冷风是尖尖的，冷风是尖尖的。在第这个冷高冷阵雨错了啊、哦，冷风是尖的哈、哦，冷风是对的，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、哦，好，所以这边是高压，高压到低压，我们怎么表现高压跟低压？在图上画图，图画会比较容易被理解。啊，就这样画，那、啊、通常就我们就画等压图。就跟等高线很像嘛，你山头越高，那个地方就叫等，就到比较就是圆圈嘛，就是顶点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我们每差10毫巴，我们就多差一条线，说这边的压力，这一条线的压力比这条线压力低一点，啊，再低一点，然后等到这边。然后这边等一下，好，那、啊、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那假设我们在问的话，我要问的话，问哪一条是跟差？对对对 ，OK， 它的压力每个地方差100帕，啊，通常来讲，我们看课本啊，先写，比如说假设这边啊。1016，这边是1012，1010，这条线有多少？一，好的，来了，多少？1009，1008嘛，啊，每一个差线，哎，差二还差四？前面差四，后面我写错了对，啊，差四哈，1008，1004，好。所以这一圈都是1004哦，那这一圈会多少？1000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我有点看太了。你 anyway， 你只要每隔一条线，每隔一条线，从最高点，这个圆圈面积最高点。哎，廖晨佑，廖晨佑，到重点再叫我就好。现在重点，里面最高点可能是多少？猜一看。等一下，我们从三的等高线来看哈，1020以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座山。我们画等高线的时候，我先把它切开。假设这个高度是100好了，我就从这边上视频看它，会画一个圆圈，这是100。我再切一条线，90。我去看这个山的剖面图，这条线90。啊，我再切一条线，80。我再根据这条线，有没有对下来这边，对下来这边，我就画个山的剖面形。啊，这条线是80。记不记得我们在看那个地图的时候，会不是在看地图，不是等高线吗？等高线是这样画的。啊，就这样画的，这70。所以气球对下来，这边有个圆圈，对下来圆圈，这可能长这样子。好，假设这样看起来的话，你会觉得这座山哪边比较平坦？感觉它是这边比较平坦，因为这个间隔很大，比较平坦。到这边又开始变得有陡坡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短短的一个距离，差几公尺？差十公尺啊、哦！这么长的距离差十公尺，是这比较和缓，这比较陡啊。等一下，哎，不是上面的，哪里的？就是尖尖的。尖尖这边怎么样？往上，往这边，哦，这边比较和缓，没错，这边正和缓，在这边正和缓，哎，我就说了，没有错，没错啊。OK， 同样道理应用在。气压的等高线等压线图也是一样啊、哦，表示这边是高气压，只是气压我们看不见，
气压不像一座山，看得见那座山，气压是看不见的。但是我们可以量测啊，我们量到这边是有一个1016的一个等高线，这边是1012的等高线。可是我不懂，你会等压线。你说啦，那个像一团风过去，它不是说应该照理来说不是说一个数分散。但是我们还可以尽量去找到相同的压力的点。可是不知道他，我意思说他可能是要台湾，而不是被这样。他有这么大的力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这种、啊啊啊。因为只要压力差，它空气是会流动嘛。可是流动，它对啊，但它这样流过来的时候，会被削弱吗？看有没有什么条件削弱它。譬如说，我今天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我是因为这边的压力低嘛，这边压力高我才流过来。可是流过来的东西可能会变慢，有可能会变慢哦，但是会阻止我流过来。不会啊，譬如举个例哈，我拿一条水管，粗的水管，这么粗，很长，我把两边的高低不一样高的时候，水会怎么样？先锁住这个水管里面有水。水管里面有水，对，水管里面有水，对对对，往那边流过来嘛。假设这边比较低，这水是满的，这时候是可能就流出来，冒出去了。可是如果抬高一点的话，水是一样很高。我突然间把它拉高一点，水会流过去，会流过来，流过来很快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现在突然把这水管换成细水管，我把它拿这样子，水会流过来，水一定会流过来嘛。我再换成细很细很细，水会流过去。还是会啊，所以我当这边有压力差的时候，风会流过去，会不会有中间阻碍很多很多阻碍，风就流不过去了？可是你阻碍过来说应该很多，很多啊，很多山啊、岛屿啊什么阻碍。就算我这个细水管就算再细，我只要是有水管，只要有空有桶有风，只要流得过去。它只流慢一点啊，它在流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来感觉到？这样那个。所以有时候你觉得风很大，有时候觉得风很小。对啊。对，风很小。可是我进团，很进团，很容易被消灭掉。不会啊，很进团，从基本上从大陆过来，很进团不到被消灭。因为啊，我是说那旁边不是有很多，你知道他们。第一个，它压力差比较大；第二个是，它是很大团。很大团，表示它被消灭也是有一点点被消灭。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类似一个组合这样，好吧？Hello， 我可以问一下吗？是很累还是现在这部分？你们还好吗？我还是。我看今天阵雨还好，可是陈宇好像精神不太好。你还好吗？可以听得下去吗？还是要出去走走？去楼下。对，太热。这里太热了是吧？就纯粹因为这里太热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。OK， 所以我们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，就不要那上课的意思吗？好吧，不用了，我觉得是啊。是这样的吗？我觉得。那我再问啊，你陈宇，你觉得呢？我们需要找一点凉快的地方上课，可以找凉快的地方。OK， 那我们就换地方吧，走。去找啊。